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香港 Press 卡、马来西亚盖亚卡店以及上海超亿卡牌北京卡拉和赞助播出。快点要我哟！到 Portal 买扣的快速又安全，输入代码还有折扣咯。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芒果的中文版赛制排除解说。今天万众期待的喷火龙 Take Team 齁，基拉奇走吼特喷终于来啦。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招式吧，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来，第一招打30点齁，那逆鳞看自己身上的伤害指示物乘以 10, 所以我身上如果扣了 100D 的话，我可以打 130D, 这个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来，第二招打 230D, 那下回合不能使用这个招式齁，所以说你下回合还是可以使用 GX 的齁，特别注意一下。来， GX 打 200D, 如果我身上有额外3颗火能量的话，代表说我身上有6颗火的话，我可以再多攻击力 100D, 哇塞。打到 300D, 所以说我不管什么东西都能秒掉的吧，基本上是这样子，好不好？好，那它还有个额外附加效果，就是说不管对方有任何的效果，我都可以打到。好，那很多人都会有疑问，就是诶，芒果，那我胡巴打得到吗？然后有的都什么风妖精打得到吗？可以。那还有什么有的都么小九尾打得到？那但是最有争议的是，很多人在问说，诶，那如果遇到霸王花的话打得到吗？哦，只有霸王花打不到。我再特别强调的是，只有霸王花打不到。那霸王花它的效果是，对方如果是基本宝可梦的话是不能攻击的齁，你看，所以说我连 GX 招式连用都不能用，懂吗？所以说是不能进攻的。好，那基本上其他东西全部都可以打得到，不要问了，什么都打得到。好，那所以说这个六颗能量真的太猛了，好不好？如果内战的话，六颗能量秒杀对方的主力应该也是对方大势已去了吧，好不好？是不是？好，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来乳牛齁，来内内罐、不是内内罐，来内内，它的特性是当它在前排的时候齁，如果你有手上贴给你的任何一只宝可梦的话，你可以回血90滴血，哇，如果你用焊接弓的话可以回180滴，嗯，非常的酷。好，那所以说我们这部还放了很多的 switch 齁交换，那所以说你可以很灵活的运用基拉奇和我们乳牛的这个优势来做这个补血的这个动作，那基本上你用这张的时机是遇到小人牌或者是扑伤流，甚至是一些会跟你换血这种情况下，可能你换一换之后下回可能打不赢，或甚至说诶，如果我逆鳞打得死你的话，那齁，就是补血之后打得死的话，那我可以先补血之后再做进攻也是可以的齁，所以说你可以延长你的喷火龙的寿命齁，所以这张的话我觉得见仁见智，你想放就放，不放就算了。那如果你不放有个缺点，就是说如果你遇到扑伤啦、小人牌这种会比较难打齁，比较难打。好，那他的攻击招式的话打 60D 甩正面的话可以再多 30D, 那这一招的话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齁，也是不错的。再来就是我们那个阿伯索鲁，那因为现在非常非常多基拉奇走的任何东西，不管是闪电 UB 或者是有一种特性的沙奈朵也是有放基拉奇的，还有很多东西都有放基拉奇，甚至遇到内战特喷内战也是非常有用处的，逼对方一定要使用 switch 来做换位动作，甚至骨之马或逃脱神，那对方基本宝可梦会多一个撤退费用嘛，那对方相对的有可能也会放阿伯索鲁来反制你，所以说我们的 switch 就一定要常常用到了。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海虎巴，来虎巴的话我刚刚讲到就是说打小人牌我们是比较没有优势的，例如呢，如果对方用那个奇拉蒂娜小只的来跟你130130一直换一直换的话，说真的很亏，换到最后我们不一定会赢，这时候胡巴这一只就显现他的这个强度了。第一招打10点看对方全场的特性宝可梦乘以20，那对方全场你看他，对方有乌贼王，有基拉奇，有那个奇拉蒂娜，全部都是有特性的，所以说我们的胡巴怎么样，随便都秒得掉对方的奇拉蒂娜，好不好？因为对方的弱点是恶系齁，记住，那对方打130的话我还不会死哦，因为我有抗性 20D, 有没有特别记住抗性？我真的遇过很多玩家真的是都忘记抗性这一点了，然后说打死诶没有死啊齁，那这特别注意一下。好，所以说这个基本上你胡巴就可以直接收掉两只奇拉蒂娜，那如果对方真的沉不住气可能会用龙奈来打你的情况下呢，或者是用什么奇拉蒂娜来打你 ,Take Team 来打你的情况下呢，可能就直接被我的喷火龙来收掉了，有没有发现非常酷。来，第二招打80点不看弱点抵抗力，那我觉得这一招的话呢也不是不能用啦，就看情况就是了。好，来，那这一张的话席多兰恩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的情况就是如果对方刚好是我想想看哦，什么情况用得到啊，
因为你不太可能啊，假装是水系好了，水系你明明知道说对方可能前排已经杀掉你喷火龙了，你不可能再养另外一只喷火龙来做进攻吧？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亏，有没有发现？所以说你可能也许用奇多兰恩来做进攻，这个救的还不错，甚至就是说他的第一招打130加个头巾160，直接秒杀对方东东鼠，哎，我觉得这一点也是 OK 的，有没有发现？来 GX 也可以达到一个超级爆量巨量的伤害，那你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做能量分配的运用，例如说我们每一只后排都填一颗火量，有的一颗有的两颗，对方就说哇我到底要杀你谁我都不知道，这时候对方如果派出了 boss 出来，例如 take team， 那我就可以来做用他的特性，从后排自己回合后排换到前排的话，可以把自己场上的任意的火能量从冲到自己的身上，跟我的明明有点像，明明 GS， 那我们冲到自己上，如果身上有六颗火能量的话，开 GX 可以打 300D， 有没有发现 300D？ 那我身上如果只有四颗的话呢，我就打 200D， 反正乘以50嘛，所以这一支非常非常的有奇效。那我刚刚讲到就是说你不可能养两只喷火龙来让对方直接秒掉两只就赢得比赛了，所以这时候我如果喷火龙死掉了，我甚至可以用怎么样，用奇多兰恩先秒掉对方之后呢，那对方可能就是杀掉我奇多兰恩，但是对方还会剩下一张奖励卡，这时候也许我的喷火龙出来再秒掉对方的话，对方不一定有战力可以杀掉我，你们懂我意思哦？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怪物来东东鼠放一张就是帮助绿牌，这个应该没什么好解释的。那基拉奇的话放四张就是骑手，骑手啊，三张抱歉，三张骑手尽量能抽到就抽到啦，或者说尽量好不好。那他的特性呢，翻牌组上面五张牌有吹的卡拿一张到手上，剩下洗回去，那会呈现睡着状态。那睡着状态反正我们 switch 放了四张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曹托神也有放一张，甚至有滑板车来做撤退，没什么太大问题。再来就是我们这个来马夏朵放一张后，有时候拼什么拼什么骨之马啦，拼头巾啦，这种有的没有东西的话，马夏朵就非常的有用，甚至对方如果真的手牌太多干扰一下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我觉得马夏朵下的时机很重要，例如我们双方手牌都很多情况下，甚至就说我把事情做好做满了，我这回合一定可以杀掉他的情况下，下个马夏朵让我们手牌剩四张，四张完之后呢直接来做进攻，让我们手牌可能拿完奖励卡可能会有六张到七张，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combo、哦、懂吗？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叠叠放一张，不用讲，就是可能你中后期会拿什么骨之马啦，焊接弓这之类的，还蛮好用的。那一开始的话呢，建议好、哦、用我们的这个卡奇、哦，我觉得卡奇还不错，还不错。好来，那招式的话呢，也是用得到的哈、哦，看双方前排宝可梦的能量数量乘以20，不计弱点抵抗力，所以对方有两颗，我两颗可以打80点。好，那 GX 用不到，来逃脱神。逃脱神就刚刚讲的，如果对方有阿伯索鲁的话，我们逃脱神的话是怎么样可以来做很灵活的换位，甚至用我们的乳牛来做补血动作、哦、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好，那吹风机放一张以备不时之需吧，好不好？如果有些东西真的我是觉得应该是没有日轮祭坛的，好不好？我觉得反正看怎么吹什么嘛，甚至说内战的情况下你可以把他的头巾吹掉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好不好？好，那打活结晶芒果放三张，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拿回火能的手段，所以我觉得放三张应该也是够用的，好不好？好，那从墓地减三个火能量嘛，那这个巢穴球放四张，印章的话芒果是放几张？两张，是不是？好，那两张的话就是有事没事印一下吧，对方如果已经拿了三张就印一下吧，对方再拿两张再印一下吧，好不好？也许对方就爆炸了。那水鼠刚刚讲过的放四张，那这个很灵活，没什么太多的解释。好，高级球放四张，来熔炉放两张，丢掉一张手牌，从牌组拿两张基本火能量，搭配我们的焊接弓直接来做充能动作，甚至可以搭配我们这个齁、哦、火能量先扣在手上，下回合下个火场地丢一张火能量，抽三张牌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绿牌的手段。来骨之马三张，抓对方的主力来杀，这个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来卡奇从牌组拿四张基本火能量冲到你一只宝可梦身上，这时候你要冲叠叠啦，冲喷火龙都可以，都可以看情况啦，我就看情况啦，好不好？不过建议喷火龙如果没有克数的情况下，好吧，那冲完基本上你就一枝独秀了吧，是不是 ？OK， 好，那来酷酷一的话，来这个特别讲一下。其实酷酷一的话，有些人有争议啊，这就觉得说，差十滴的话，有些人会放惩戒场地哦。我跟你讲，也可以，也可以，惩戒场地反而就高手在用的，因为你控场的时机很重要。那酷酷一的话，我觉得比较简单，就是说哈、哦，直接攻击力加20，然后多抽两张牌，那这时候可以帮助什么事情？帮助我们230加头巾260，260加酷酷一280，基本上什么都秒得掉。不要说你260或270加场地的话，可能对方的可能有什么？班吉拉 take team、哦、可能秒不掉了，可能啦，我说可能，所以说我觉得酷酷一的话也是有它的用处啊，你要不要放随便你，好不好？我觉得还不错。来焊接弓放四张，非常的完全没问题。来
我有遇到一个判例，就是说手牌没有火能量可以用吗？不行。手牌一张火能量可以用吗？可以。那可以抽吗？可以，一样抽三张。所以说尽量能抽两，能充两张就充两张啦。那你充完能量还可以再手贴一次，直接变三颗能量，我觉得还不错，好吧？好，那再来的话，头巾两张，滑板车两张，然后火能量十二张，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那我讲那么多，如果你懂就懂，不懂就多练习吧。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想要买 Code 或是礼盒序号的粉丝们有福啦！现在到 Poton 网站挑选你需要的商品，确认数量后，在进入结账前右下角的优惠券填写 Mango， 立即享有 5% 折扣哦。好，阅读哥哥来吧，他应该玩皮杰啦。好，果然皮杰。好，皮杰大战喷火龙，到底谁比较强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哦。哼，他先呢。嗯，这几手好啦，就这样子吧，啊，不然嘞，几手蛮优秀的，我觉得蛮优秀的。好，来，对方先手哦。来，那对方先手的情况下呢，看他怎么做。哦，直接竹篮哦，所以你会做撤退，然后击拉旗上来吧。所以他手上是没有高级球，没有巢穴球，也没有雷达，是不是？你不会给我直接结束吧？我赚翻了，我跟你讲。哦，装备无效哦，装备无效对我还好啦。你这么飞哦，好，这么飞，那我就不客气了，好吧？我想一下哦，他有基拉奇，对不对？那我的阿伯索鲁在奖励，阿伯索鲁在奖励的话，那我另外哇啊，我西多兰恩你在奖励，哇，尴尬了。那我会放他啦。OK， 直接卡奇四颗能量。那这回合他如果不做事的话，基本上就爆了，是不是这样讲？然后我的乳牛是不是也在奖励啊？太尴尬了！哇，有利加哦，早知道不要下这只了。好啦，他要拼个那个啦，滑板车。好，撤退滑板车上来。那滑板车注意哦，他因为有这个，所以说他一直解下不去，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那我等一下应该直接骨之马，然后撤退，好不好？撤退，我不要开这个，我直接撤退，然后直接打他的这个敏敏，好不好？好，雷达没有敏敏，基本上他应该就去了吧。好，手贴一颗能量，有没有能量？好，能量贴了，好，换我。哎呀，先变身，可恶！啊，被算到了！哇，被算到了，尴尬。聪明，好，没关系，一样打，照打。印章哦，啊，230啊，就230啊。好，那现在的话他有办法秒就给你秒吧，好不好？他秒掉我的话，其实我还是有救的啦，好不好？我用焊接弓焊接他，然后直接开咒也是 OK 的，也是 OK 的。没有头巾，就算有头巾，我这个也会被这个佛拉达利实验室挡掉。好，雷达会拿电针，电针他可能会用东东鼠，然后拼头巾啦，有的没有东西啦，用开 GS 直接把我秒掉。他如果开 GS 的话，我会赢，吼，我会赢，因为我可以把干掉，是不是？好，东东鼠加雷丘，他现在要再打三颗能量，打三根针啦。好，一根，哎，两根还一根，两根了是不是？两根再打多少？260，再加一根的话我就爆了。好，不怕不怕。嗯哼，哎，哦哟哦，我打两根而已哦。哦，好，冲给雷丘是不是？我想一下，冲给雷丘，我想一下哦。就是放掉，
我们这次放掉高级球、滑板车。高级球好像可以用哎、欸。不要，这个不要先用。要用吗？不要。好，对方场上有三只吼，有三只特性怪，对不对？有三只，他应该印章我吧，我是猜的。好，乳牛来了吼，乳牛。好吧，果然印章的合理。那我东东鼠还在吼，不怕。好 ，take 能量转移转到他身上。好，然后直接巢穴球再来。好，竹篮他要拼场地压掉啦，我就是故意不压，我就是故意的，你们看得懂吗？我故意的。好，下不来转，他下不来。好，对不起，白讲了。好 ，switch 换这个打150，然后贴给雷丘。那我等下有投机应该就赢了吧？有火量就赢了，我有火量就赢了。啊，我想一下怎么打。忘了什么东西？忘了什么东西？没错，你没做错啊，你没有做错事情啊，你第一招。哦，对齁。我自己也忘了，我自己也忘了。好，第一战哦，我们先获胜，好吧？好，没关系，我们第二场来再一场，再来一场。来继续。好，第一战喷火龙胜利，好吧？我们打第二战看看。我自己忘记逆鳞了，对不起，太好笑了吧？来第二战，喷火龙打鼻血哈，我们来打个 BO 3好吧 ？BO 3 b o 3看看到底是喷火龙强还是……哦，我先手，太好了 ，Yes， 好，回合直接结束哦。这起手不好，不过还可以接受。好，来。想一下哦，直接喷火龙卡奇啦！我两次都卡奇，好屌哦，超屌的！没有卡奇也没关系啦，反正我高级球达到嘛，对不对？好啦，好屌哦，是我运气太好吗？而且我还有 switch， 超屌的！好，等一下 switch 直接把秒掉，好不好？而且我这个我有阿波索鲁哦，你看阿波索鲁和完美的控制了他的那个什么东西，控制了他的基拉奇。好，好，这个东东鼠加皮杰，雷达，电能量，再加 switch 吧，会吗？还是什么东西？滑板车？啊，讨巢穴球啦，巢穴球啦，抓鸡拉起啦，没错，你看我大，你们在对方做事的时候，你就大概猜到说对方会做什么事情，然后你要去判断说，哎，我等一下要做什么事情。哎呦，不吉拉奇哦，居然是明明。好，单价洗回去 ，OK。好，然后直接东东鼠，动起来打针干嘛？啊，他拼电厂啦，还有电厂的 switch， 我这只就爆了，是不是？好啦，算了，没关系啦，送他啦。我大家可以直接拿什么？拿那个爹爹拿酷酷音，就瞄到他了。如果他有上来的话啦，如果啦，
OK， 他的敏敏骑回去了哈，所以你要敏敏打吗？不可能啊，不可能用敏敏啦。对啦，不可能，因为敏敏如果出来的话，直接被我秒掉，他就没有战斗力了。有没有发现？好，完全没有战斗力。好，吹风机用不太到，我想一下丢什么东西。印章目前用不太到，那我觉得我直接动动鼠，好吧？那直接动吗？啊，我这应该抓别只，对不对？芒果做一个小，这个操作做错了。我应该拿个是基拉奇，然后拿来丢，我应该这样比较好。好了，没关系啦。这手牌没有很好。想一下哦，一张而已。想一下哦，想一下怎么做比较好。一、二、三，好，先这样子吧。好，那他吉拉奇要下去有点麻烦，因为我这个我阿波索鲁，所以他下去的话有点麻烦。好，竹篮，然后他现在要拼个 switch， 再加个什么东西，应该不会，不可能有电针什么有的没有的，不太可能啦。好，巢穴球再抓一只。皮杰吗？还是吉拉奇？吉拉奇。可是我现在有这个欸。啊，果然有 switch， 好 ,150 。那我现在不能攻击。好、哦、我现在不能攻击，所以我应该会骨之马抓这只吧。喷火龙还是太快，我觉得喷火龙还是太快，你们觉得真的太快了，快到一个很夸张境界。我觉得啦。真的很快欸。想一下哦，1、2、3、4、5、6、7、8、9，先压牌好了，260，好，这是送你啦。我身上奖励，等一下应该随便打都打得死吧。他如果不印章我的话，印章我的话我可能比较没辙哦。不印章我应该就赢了吧，因为我有这只啊，能量跟骨之马我就赢了，是不是？好，能量跟骨之马我就赢了。我现在手上都有，他一定要印章哦，不印章 GG。果然喷火龙还是略胜一筹啊，他没印章啦，看就知道了。是不是？你以为我没战力吗？哎、欸，也许有，我想一下怎么打比较好。130，我 GS 还没开过嘛，对不对？其实我可以再送他一回合啦。不过没关系，我们已经赢了嘛，对不对？就骨之马加能量就赢了，是不是？可是我想用那个给你们看呢、欸。50，好吧，用那个给你们看，我应该有那个吧？换一下来。有喜多兰恩，好，我表演给你们看，好不好？表演给你们看，就这样子。你看，你随便贴哈，随便贴无所谓。那我喜多兰恩只要下去了，然后怎么样？直接有换位这个动作，注意有换位这个动作哈，然后直接可以把它吸上来。好，那我吸一颗就够，因为我开 GS 而已。那我 GX 直接怎么样？100D 哈 ，double， 因为它弱点是钢，弱点是火，好吧？我们再给它上出一次机会，好不好？这次换它先手，不然他都说我们。这个特喷欺负他是不是？我真的好坏哦来吧，再一场，让你先手好不好？不要说我都先手卡奇，这个太强了，真的强到炸掉了，强到翻了、欸、真的。
我赌三次，三次好，让你先来弄，好，你先手，好吧，你先手，哇，没怪了，我这次如果再卡棋的话，你就认命吧，好吧，你就认命吧，不是我的问题。哇、哦，差点那个，真的是先手卡棋耶！天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接，哎、欸，记得空过一回合哎。结束，好，换我。结束，好，换你。好，对方先走了哈，这个皮杰先走了哈，没有任何的那个，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那个遗言的，是不是？好 ，switch。他博速在前面其实不错啦，不过大家死掉我很头痛就是。好，大家直接拿喷哦，没问题啦，直接拿喷，然后直接冲了，不然要干嘛？是不是？不然要干嘛？不过我觉得他手上一定有骨子马啦，那有点亏耶。哦，丢饼饼哦，所以他反正他有单价没关系。好，雷球咚咚数，好，一次做好做满。哎，先手这样子已经很顺了吧，超级顺。好，改我，不动是不是？手上有东西，好，不动。嗯，我想一下怎么做。喷我们在西多在，马下躲不在，马下躲不在有点亏，马下躲不在，头巾只有一张，哇，尴尬，酷酷一在，能量九颗，九十十一哦，一颗在奖励，好，那其他基本上该在的都在，超去高气球一张在奖励，然后打火哎、欸，火结晶一张在奖励，好，没什么太大问题，我觉得他有虎之马、欸，我觉得我会爆，我觉得啦，我不知道啦。我觉得啦，你就把我抓出去秒掉吧，好不好？我就认命了，我真的就认命了。好，哎、欸，你拿两张，那你东东鼠不东了是吗？你东东鼠是不打算东了是不是？因为我这次死掉了，你应该更赚吧？嗯，好，没关系，我们先看。好，竹篮。直接竹篮是不是？哦，直接竹篮哦，没有能量是不是？那也没有 switch 哦，他现在必须要拼撤退，他可能手上没有东西。一颗、两颗、三颗的好 switch， 还是没有 switch， 那对不住了哦，对不住了。来特性几张？一张、两张，哇，少一张，不然我就搞你了。好，没他没有杀到我，我只能说赚翻，真的赚翻。我想一下怎么打，乳牛吗？乳牛目前还不需要，那我觉得我可以拿一只奇多。火能量。哇，我想一下，这下尴尬了。不给你用。绝对不给你用，我想一下，那丢喷嘛，丢喷我怕没战力，绳子不行，我现在就要用，绳子我现在就要用，要用吗？你们觉得要用吗？没有头巾，杀不掉。没有头巾，还是我直接骨之马，五颗能量秒他，好不好？不行了啊！我开过焊接工了，抱歉。我开过焊接工了，抱歉，没事。
我开关接工了，抱歉抱歉。没关系，我想一下怎么做。要怎么打？我在想要怎么打，你知道吗？不是不能打，是我在想要怎么打比较好。他杀掉我这只，我等一下也不一定有机会杀掉他，所以我拿古芝麻错了，对不对？我应该拿库库伊，我觉得拿库库伊可能好一点。一二三，用他打吗？好，保留战力。200。抱歉，我刚刚这手不好，我刚刚叠叠下这手不好，叠叠下这手真的不好。我应该先留着的，不应该下的，我错了。好，你这只要杀我，我应该不怕啦，应该还好。有两只雷丘哦，他应该杀不掉我啊，古芝麻用过啦，你要东东鼠吗？没有东东鼠，因为他刚刚阻拦过了，东东鼠洗回去了。好，150贴给雷丘，雷丘我们直接杀雷丘好不好？要不要直接杀雷丘？你们觉得要不要直接杀雷丘？哦，酷酷一耶，我想一下，好，两颗哦，完全没用到那个。250，一、二，有头巾了。好，应该直接被印章了啦，应该地面已经被印章了啦。我只要焊接工和场地我就赢，好、哦，焊接工场地能量我就赢。爽！你看力加的好处就这样子，有没有看到力加的好处就这样子？好，那他现在要怎么打？他要贴能量撤退。才有办法打160，好麻痹。那是因为我血量剩120，所以他怎么打都死。他只要一能量有办法撤退吗？他没有捷达奥拉。敏明，单价还在。好，他需要能量撤退哦。可是我有阿波索鲁，我有阿波索鲁哦。好，雷达，你要直接动是不是？我知道他要拿捷达奥拉，要拿捷达奥拉。东东鼠哦，全东掉了是不是？他没有办法做撤退，他变 switch， 有没有 switch？ 对，我刚刚这手不好，我刚拿库库伊比较好。好了，没关系啦。那等一下，他如果不干扰我的手牌，我一定赢。电针啊，他转用闪电鸟杀是不是？好，然后他拼那个印章啊，能量转移，好，转一颗过去就好了。好 ，switch， 东东鼠 switch， 好，东东鼠拼 switch， 没有 switch 他就爆了，没有 switch 他一定爆，有了吧？有了，好，我反正准备打的时候，你该不会没有吧？哦，好啦，被他拼到了，什么都拼到了，我要骨芝麻。有这个，我想一下哦，有头巾哦。哇哦！哇哦！他怕印章啦，所以把该用的先用掉。这叠叠下来不好，真的完全，这叠叠下来真的超级不好。130，我想一下，熔炉。先丢熔炉，没有焊接工，他可能骨芝麻把我杀掉，所以我觉得不行，危险，我现在不能叫爸，怎么打比较好？我想一下、哦，
我的胡巴还在，要不要胡巴打？你们就要不要胡巴打？可是我等一下拼焊接工欸。糟糕了，我没有把握，我完全没有把握。他骨之马几张？看一下骨之马几张？骨之马还有两张，所以我绝对不能叫喷火龙。我叫喷火龙，可能就被他秒掉了。他能量几张？五五五六七七张而已，所以不行，完全不能叫喷火龙。喷火出来就是死。所以我刚刚讲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各位懂我意思吗？可是我这次想抓喷火龙啊。我还在特性几张，看一下，一二两张而已，是不是？我现在叫喷火龙念书啊！啊，怎么办？我想一下，怎么办？怎么办？叫喷火龙会输欸。没解，没想法，我完全没想法，糟糕了。我刚刚本来就不应该杀他的，不行啊，不杀不行啊！电针几张？看一下电针，电针两张而已。哇，还有头巾，什么都还有。哇，他什么都还在，所以我等一下是最后一回合了，我杀不掉就输了。我觉得我刚刚这手真的做错了，这一手不好，可能输在这一手，我在猜的，输在这一手不好。好。换位上来直接160 190 190加这个190打针，然后换位有没有 switch？ switch 几张？两张用掉了，不一定有 switch 哦。有没有滑板车？没有的话我会赢哦。电针开下去撤退160，Hello， 你还在吗？敏敏，敏敏，敏敏，用敏敏打，用敏敏打也不是不行啦。哎，等一下，你还下这只哦，这样很危险哎。我家骨之马就赢了哎。骨之马，你要杀谁？哦，你杀他？你是赌我不会有焊接工就对了。哦，赌我下不去哦。哦，好，这一手厉害。我想一下，我想一下。他赌我没有焊接工，我还真的没有焊接工欸。我有焊接工我就赢了。switch 几张？ switch 一张都没用掉，好，我觉得可以赌，我觉得可以赌，我觉得可以赌。哦，有 switch， 好，现在去拼焊接工，焊接工，我有没有东西需要拿到？焊接工，有了，赢了，哦，哦，刺激。这场真刺激！他知道我下不去，是不是？这场也太刺激了吧！我的妈呀，太刺激了，不行！芒果心脏受不了，芒果心脏受不了。GX 果然喷火龙还是比皮杰强一点点的感觉啦。啊，投机没用啦，他有活在实验室啦，是不是？哇，好啦，那我应该全部都有表现到，对不对？全部都有表现到。你看他刚刚是不是有骨之马？所以我刚刚喷火龙真的完全不应该下，绝对不应该下，齁、哦、不应该下。那他刚刚在犹豫，各位，他刚刚犹豫说为什么他会杀这一只，你们知道吗？因为他觉得说，诶，这一只，因为他如果杀这只的话，他我只要一张骨之马，我只要一只骨之马。他就输了，那他下那只皮杰的话我觉得不太好，那只皮杰不太好，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两边都有一些小失误的地方，不过没关系，他杀我这只合理，因为就是说我只要一只骨就拼的东西比较少，我只要拼骨之马我就赢了，好吧，对不对？那他杀这只的话说错了，他如果杀我的喜多兰恩的话，我只要拼上骨之马我就赢了，那他如果杀我这只的话，那我这只要拼的东西很多，像我刚刚讲的，我拼 switch 要拼焊接工，那我不一定杀得掉他的皮杰，那各位懂我意思吗？好不好？所以说他觉得说，哎，
好像杀这只比较好一点点的感觉，这样子的话也是合理的，你们要去判断说对方的几率哪一个比较高，好吧？那他因为印章可能只有一张的关系啦，他如果刚再盖一次的话，我应该就输了啦，我觉得我应该会输啦，是不是？好，那我们今天这个特喷就介绍到这里啦。那这三场基本上除了乳牛没有表现到，因为没办法，这一拳一只的东西，乳牛实在没有什么好讲的。那如果遇到小人牌扑伤那种的话，可能你们就用得到。那当然你不想放就不要放，好不好？好，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我是常年住在非洲的芒果，我们下次见，好不好？好，你们喜欢特喷就赶紧组来玩看看吧，非常非常的强哦，拜拜。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想知道更多 PPCG 欢迎订阅频道，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 IG， 我们下次见。